所以是原价是109，现在可以拿到的是90。OK 啊，如果他已经用了空气机啊 ，Lombok 2的，没关系，这样讲，你现在我们可以给你是 Lombok 3，是更新的90零级，也包了5年，你不用用旧产品，给这样贵啊，那可以拿到这个90零级，更加好的。OK， 然后就是讲完了 promotion 啊，不要讲 promotion，不要提这个 promotion 字眼。啊、不要提到 promotion 字眼。这样子我们就、OK 这个 COVID 的、公司有这个 program 出来，可以给你们这些 loyalty 顾客就是 good paymaster 啦，因为我们看你每次都很准时过账，从你这个什么银行，你看 system 看得到的吗？什么银行？所以 你不是把那些顾客抄在你的纸，就是你 一个 check 一个就 in on screen 打的。OK， 不要就是不要看的纸，不要抄的纸打啦。啊，不用抄纸啊，名字电话不用你，因为你啊有如果好像啊Miss Wei 或是 Mr. Lim 或是啊 Felix 给你们的那个 data 可能是纸或者 Excel file 你们 print 出来，但是你就是每一个顾客 search system 那时候就打给他，一个一个 search 一个打，一个 search 一个打，那你就对这完全部东西可以讲到完。我们跟他怎么讲？通常是讲他的什么资料嘞？我刚才跟他讲到，就是你会知道他已经用什么卡过账了先的。OK， 然后过后你就跟他讲了，你 payment 是很准时，每个月我们看到， okay. 那我们就会直接啊，现在可以给你这个 loyalty， 就是这个 program 啊，这个空气机。Loyalty program，loyalty program 就是你可以翻译讲到 good paymaster 哦，你是很准时哦，因为有些不懂什么 loyalty， 什么叫 loyalty program 啊，就是这个。Good paymaster， 你没有签章了，就很准时每个月过账，从你这个什么银行户口。那现在这个你请呢？这个空气机，你是平时顾客是拿90，你是拿70，看你要推什么？你as long as 你觉得你要便宜的，推到有 product 就70，然后他只是你给他两个 option， 一个是70，一个90，看你要给他 option 嘛。讲完过后就是然后讲完过后就直接不用 full stop 了的喽。那你看。对啊，如果你讲个人，你可以给他意见哦。如果你问我，我就觉得会是90方向好了。如果你讲至少你有一个 minimum protection 呢，就70都还蛮不错的，有一个风扇可以当风扇。那如果你讲真正要有负离子的，就90哦。那 Mr. 因为你OK 的话，因为还是 select 10,000顾客而已啊。OK，first come first serve， 10,000顾客，大的吗？因为我们的那个Som和Lombok是10,000是1,000吗？就讲10,000顾客咯。那就是我们会帮proceed， 如果你 OK proceed with 你这个安装地址如果你 OK 我们就帮你 proceed 这个安装地址如果你 OK 你我们就跟回 system 跟回 system 你的地址就是什么读完给他咯OK 我们就然后 second number 我们就跟回 system 就 second number 记得不要选只是 green 的 CHS yellow 也可以打的，只要他没有 regular 签很多钱的那些都没问题。当你 proceed 这个地址哒你是讲不要给顾客选啊，我们直接跟他讲啊，我们自己安排给他就对了啦。OK， 如果你 OK， 我们就帮你 proceed 这个地址然后用回这个电话号码用回这个银行户口然后不用银行户口的，没有银行户口的，就直接用，就知道什么 bank 了的吗？你之前跟他讲 good paymaster 吗？讲完这些之后，然后你就讲了，我再重复一下你的 full name 嘛 ，Mr. 什么什么 Mr. 然后 IC number， OK， 那等一下我就会 send 那个 IC 那个product 的东西给你看那个 product 的东西或者 video 咯，你看，然后你只是 send 你的 IC 跟你的卡的前面而已，然后。Cross for call use only， 然后你先给我，我会 upload to system for 这个 program。我会 upload。那还有问哦，你不是有资料，那你就可以跟他讲哦，因为由于这个保障顾客的私密就是 PDBA， 那我们就可以个人资料呢，我们公司之前的就是一个星期过后资料就会 remove 的， 所以现在我们但 system 只有看到 details， 但是我们要重新 re upload document for 这个 program。我不知道
Tapi what is on the now? Okay, 来，你有你有你有打个人没有？你是你现在可以试了。啊，试打。嗯。现在师傅在这边了，快点了。OK， 来。没关系，我可以关镜头的，没有压力的。不用关的啦，我们打过十八铜人的。他们是打了有几十个了啦，只是有这样好的那个成绩啊。就是有 close down 嘛、啊？有 close 啊，只是没有这样好啦，很少。你们的几率啦，你们几率一百个里面会 close 几个？华人没有马来人这样厉害。我昨天有跟 Mr. Lim 讲吗？马来人厉害，马来人厉害。比较，因为你们如果你是打槟城的，嗯，你们打槟城的，你就用回你的福建话咯。啊，讲福建话。你们呐、啊、会比较可以讲福建话的亲切一点、啊、亲切感，你可以先跟他讲华语先的，开头你跟他讲华语先，因为你知道他是槟城人的，你就跟他讲啊，对老姨，老板娘哦，嗯，但是就是你看呐、啊，就是你开头你跟你讲华语先，你看到他是啊。冰城，你会讲福建话，你讲福建话吗？是吗 ？OK， 对对对。但是一样东西啊，你讲福建话我不会听哎。讲歪了。没有，但是我你至少你可以有一个，你过后你可以讲。没有，马来人真的他们故事比较多啊。首先是啊，你第一个星期 fresh in 多少例？等一下我问他。我看 Mr. Ku 那个 report 啦，啊，好像是70。多啊，那个 report 啦，那天昨天先出来那个了，70多例了，我看那个啦，妈的，那个 telemarketing 都还没 final 的，都不懂，因为那个是一号的嘛。telemarketing 啊，好做哦。哎，高兴，我问你一下，高兴 ，yes， 那你的人不是华人比较多咩？这么你讲马来人，我有马来，所以就讲到马来人他的 closing 率比较高，哦，这样就是华人有时做到 kick 那天可以有两单。我就知道，因为你的这两单就要隔几天才开单。哦、两单是他打了多少个 customer？ 好像现在一天两点钟。没有固定的，讲几十。通常几十个。嗯，有时快开看运气了，有时运气还真的好啊。哇，你的这样子你的那些 data 够多咯，妈的一天打了几个两。那 refer 的吗？啊，我都有要吗？那就算我是五千，怎样跟他 report？ 哎，怎样跟他 report 来教一下？当顾客拒绝你了的时候，他就很想要一直挂掉你电话，要怎样接啊？他拒绝你什么？讲拒绝，不大要讲了。就我们一直，我们跟他讲，他会一直说啊 ，OK， 不用啊，我考虑啊，还是目前不要啊，这样啊。啊，你跟他讲 ，Mr. 这样，其实你在考虑什么方面？你考虑是钱呢？还是考虑你觉得不值得呢？还是你觉得你怀疑我们Coway的产品？通常他会拒绝了，他就不想听，他就啊 OK， 我没有空，他就一直很想挂掉电话了。没关系，你要看，如果他直接跟你讲啊，没关系，我再开啊，你一开头你知道的嘛，有时听到他 background 是驾车或什么，你可以自己从中那边，如果你再开驾车啊，没关系，等一下我再迟一点再打给你，大概你几点的空？啊，如果你知道他驾车比较啊，还是你现在 OK 的嘛？如果你也可以啊 ，Loudspeaker 我就讲了，如果不能了，我就等一下再 call 给你。这样要怎样跟他要求啊？你下一个地，我就下你那个时间啊。但我得大概现在大概三点多四点打给你 ，OK 吗？就好像给他时间，怎样再拿到 prospect， 就是说我们要怎样开口跟他讲？如果他是那个没有 OK 很赶时间那种，你肯定拿不到了的。那如果不赶时间呢？他又讲哦，这样没关系啦，可能下次先，或者我可能，那你可以讲，像 Mr. 没关系，因为你是我的顾客，那如果你是已经我们 existing 顾客了，你介绍你看给看你有没有 contact 两个到三个，你给到我们，哇，五个就好了，最好了，你 send 到给我们，那我们如果可以给他知道我们Coway这个空气机呢 ，OK， 或者是水机，他有兴趣要安装呢，在这个疫情，那你我们会帮你写一个 referral code。就是你要给回介绍费他咯，看你看给他一个100块啊80块啊，看你 up to you， OK， 那你就写一个你不要，因为我们不懂的，就是你自己个人，你不要跟他讲是多少钱，跟他讲我们会给回你一个referral fee， 因为你已经是 existing， 那如果他签的话，我们在 system 那边会 key in 你的 ID as a referral， 那你就可以拿到这个介绍，可以拿来给你的租金或者是一个 income。Refer code 吗？先给那个 我们就会把你的名字 key 在这个 refer 这个顾客 as a refer ID， 那你就可以拿到referer fees 哦 ，either referer fees 可以拿来当做你给租金也好，
你自己拿来啊 extra income。Referral 是华语是什么？啊 ，sorry。Referral 介绍。啊，介绍。介绍过，介绍过了。介绍费。介绍费。就是你把他的名字。有给他一个搞起来，语音来搞起来，来搞起来了。我会记录在一个介绍费的 code 那边啦。介绍人的名单里面，所以你会得到一个介绍费。要讲，要讲好，要不然。Coway，问你一下，然后那个顾客一次拒绝讲啊，不用了，不用了，目前不用了。OK 了，拜拜。OK， Mr. 你觉得这样，如果你讲他不是很还可以，讲目前不用 ，Mr. 这样的疫情，你觉得不用这样？其实你出门也应该没有戴口罩，没有做那个消毒，对吗？其实这个都是拿来 prevent 给你自己家人或是你自己的，但是你不要一直去买。look 他。啊，就要 look 回他了。哦，录到他爽爽那种，你都知道他已经录那种，就都这样讲啊，我们觉得积聚谁的头上啊，即你觉得这个已经，哎呀，哭出去了，没有就没有了的了，他已经都可能没有，你觉得你心目中听他的，他已经很大机会不跟你拿到了，这样拉他就拉他，给他知道现在都没有什么东西嘛，就怎样讲啊，拉。啊，就打，就是你直接哦，你遇到就没有，可能你来了他又 OK， 就是你明白我讲什么吗？有的你还没有讲哦，垂死挣扎，对，有的还没有讲，他就讲啊，不用了，这样我不用了，就是还要没有，好像很急，因为你一开头你不是跟他讲什么东西了先吗？很急要关掉电话这样。你试试跟他讲那个 service 没有来先吗？所以他不会立刻这样快就什么的。你是用这门的空气机、口味水机，因为你们不是银行，不是保险，不是 Astro， 不是 Unify， 这些人听到很，因为口味很少有人打 call 的嘛，对不对？不像好像 common 那些银行啊什么 credit card 那些 ，OK， 所以他们听到口味其实都不会讲很急的要盖你电话的。你不用想到讲太多这些这样子，还会有这样的，肯定有别人顾客 reject， 但是你不要讲这，顾客一接电话就会不要、不得空啊，这样很少的。那你讲到那个 product 的时候他就不用了，就是这样，你跟他讲 service， 肯定他是不会啦，他会听啦。其实讲到那些好像我们有什么什么时候，他就就好像不要听了，就想要改掉了。这什么意思？等一下先啊。我回复一个 call 先啊，你说等一下啊，很快啊。我是觉得我们不要这样子，我们直接给他一个 product 就好了。你要推他，我们直接选那个 product 给他，不要给他选。你 stop 就 stop， 你 stop 就 stop， 你不要 stop 就 stop。我考虑。就是不要给他选。stop 也可以，或者是 stop 也可以。不要给他选，只是90块了咯，现在70咯，只需要70块一个月。OK， 然后如果你 OK 的话呢，我们就帮你。就是讲我们直接跟他讲吧，就是给他是是罢了。可是如果他真的是有心要拒绝的话，他到这边他就不要讲了。不要紧，我们工作是这样子的吗？我们照讲就对了。你都打去了，他要不要你也是要讲完他的。好像国兴讲了，就是撸他就对了。因为在这里我们是没有停顿的嘛，所以他在这里他不能 stop 你嘛。所以你是讲完这里啊，他才 stop 你的话，你是到这边你才 stop 了，你到这边的时候才 stop 了，这边，你到这边的时候才给他机会讲话罢了。OK 的话，我们就 proceed 你这个地址，好像是讲不要如果 OK 嘞，不要有，不要问他你 OK， 不要问有如果你 OK 吗？不要问，一定要如果你要问吗？如果你 OK 的话，我就 proceed， 你就直接讲了吗？你 OK 的话， OK， 你 OK 我就。帮你 proceed， 你 OK 我就帮你 proceed 了，不要你 OK 吗？不要给他机会先。没有讲吗？没有吗？你 OK 我们就帮你 proceed， 你 OK 我们就帮你 proceed。你 OK 跟如果你 OK， 如果 OK 都差不多一样的哟。你就直接讲啊，如果 OK 我就帮你 proceed 这个地址。
都没有给他机会讲的话，如果你 OK 就帮他 process 个地址啊，你就直接讲他地址，对吗？他就跟你讲对的嘛，对吗？对哈，对吗？对哈。是喽，没有办法。OK， 是的，对吗？然后他讲对，啊、我们就讲，所以你的 full name 是啊，等一下我 IC 号码 ，IC 号码 ，blah blah blah。郭胜，你听到我们讲话吗？你讲完这样没有？你没有开麦啊？没有开麦，没有开麦。听不到，你没有看到、啊、讲，刚才我们这样子讲，你有听到吗？没有听到啊，啊，因为我讲，所以我关声音吗？哦，一关声音。哦，嗯 ，OK， 就好像讲，我们讲完那些我们的 program 过后，接下来就讲，如果你 OK 的话，我们就帮你 proceed 这个地址， blah blah blah， 对吗？然后啊，我重复一次你的 full name， blah blah blah， 对吗？是不是这样子？嗯，那你的这个 full name Mr. 然后 IC number 就什么什么、啊、OK second number 我们就可能 system 哦，就个这个零幺什么什么什么 OK 啊, 啊，那就是啊 Mr. 等一下我会再啊 send 那个东西给你看看，你直接只是啊拍照你的 IC 的前面跟你的卡的前面，记得 cross for COVID use only for safety purpose， 然后我会 send 那个照啊 sample 如何拍照了，然后你发给我，我会 upload to system for 这个 program 的。OK， 这样啊，有你还有什么没有东西 ？OK，Thank、okay, you。那个语气要跟他一样的，要用第二声的，不要用第三声，也不要用第一声，跟着他用第二声。哎呀，女孩子的声音啥死的啦，肯定中的啊！那些男孩子死完了。哦、你看到他从头到尾，他没有问你 OK 不 OK 的，就是 OK， 我就帮你 process 这个地址，然后就是啊、你的名字啊、你的full name是得，你的 IC 是得。啊、这样子，等一下我会 send， 你就直接讲了。等一下我会 send 那个产品的资料给你，然后你就只需要给我那个 IC 前面跟那个 credit card 啊、那个银行卡前面，我就帮你 submit， 可以帮你 submit 了，啊 key in 了，啊，怎么样？所以如果在中间的时候，他突然间插断你，就是讲说，我觉得暂时不需要了，然后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不要紧 ，OK， 这个是你。好了，他刚才有讲啊，他讲不要，这样子我们就插另外换另一个不得了。OK， 等一下我再申请你，不要紧。过后呢，就是说现在你是我们的 loyalty customer， 那如果你的朋友是吧？你想如果你的朋友介绍，你要试看打嘛，你打给他们听话是他们打一不打？你一直讲，你我们自己讲自己爽，那也可以。他说阿曼，阿曼。嘛，网咖你拍掉你拍掉点来喂。网咖你拍掉你拍掉点来喂。等一下。人拍掉你不拍掉，有 miss call 咩？无听啊。网咖你。张人性啊，网咖你爱情就网咖你了吧。真的，等我开播来给你。Hello， 请问是 Miss C 吗？啊，我是 Adeline from Coway Malaysia。啊，是这样子的，很不好意思哈、啊，就是在七月跟六月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来做那个 service， 因为疫情的关系啊。可是过后我们会补回给你们哦。OK，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现在 Coway 有做一个 program 给我们的 Good Bay Master， 因为你是我们的 loyalty 顾客嘛，所以配合这个疫情啦，这么严重啦。所以、哦、我们的政府啊也是建议我们每一家每一户最好是有一台空气机啦。所以如果 for 这个空气机的话呢，平时 normal 的价钱它是一个月90块，然后 for 我们的 loyalty 顾客的话一个月只需要70块罢了啊。然后所以就看如果你 OK 的话呢，我们就帮你proceed回这一个地址咯，就是目前你用这个地址，就是暂时不要先。好了哦、oh, ，OK OK， 啊啊 ，OK 好，拜拜。老师会不会太快呀？就是我看你很紧张哦。啊，会不会你讲？我真的很紧张，很紧张哦。而且哦，他是静静的啦，他紧张哦，然后到不是，是我紧张，
然后他很安静，然后到最后他就跟我讲，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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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好像有点感动，讲我要怎样啊？很感动啊！我听到你，哎呀，咋咋咋咋咋哦！你平时都是这样子打的吗？你们之前都是这样子这样感动啊？目前我打的都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没有用到这样的方式。我打的都是熟的人，就好像哎谁呀、啊、怎样啊，你最近考不好啊这样子，然后我就没有，因为这个是陌生人嘛，我们比较紧张，因为感觉讲的不太顺。哦，你们之前打的也是认识的？因为我打的是我的 customer， 我的 customer 几乎我都认识，连有朋友。嗯，对。我都打陌生的。嗯，都认识的。之前也是打不认识。啊，不认识。像之前有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张？没有，今天比较紧张。什么？可能你在的关系、哦。就是，所以我要关镜头哦。为什么我关镜头？在的吗？啊，不要给你太压力啊。啊。我觉得。有没有 list？ 你们是觉得讲到哪里会有一点不顺啊？就一开始你整个过程你很紧张，你就啊叭叭叭叭叭叭叭这样子。啊，对，过后真的是，哇，后面就很快就跳哦。很快，我看你一下。六月七月，你可能就想讲说，六月七月没有来 service 哦，但是我们会组合给你，嗯，然后两回给你。Okay. 可能你这边你就可以加一点聊天哦，我们会补回给你啊，因为现在疫情这样严重，你也不希望说有陌生人去你家、啊、什么什么的，你就可以顾到你自己那样感觉。可是现在已经开始有 service 了，所以就现在还有有时候想吗？没有啊，有去装的吗？没有收入才是，那你就可以跟他讲说，因为这个疫情，你也不希望有外面的人去你家，也是危险啊什么什么，可能会聊一些东西哦。然后你可以让你穿一个有外面的，我们呢？一人一个啊，什么？别别别，我老伟，找一个你啊。开 speaker phone 不要放住耳朵的，要听到对方讲什么吗？对嘛，高兴叫他开 speaker， 开住 speaker phone。如果你会customer，你开 speaker phone， 他听得清楚 ，OK 的。就是他听到你讲话很清楚 ，OK 了。有时开 speaker phone 他会听不清楚的。有时啊，你看一个，如果真的听不清楚，你就直接关 speaker， 你就直接normal这样子打了。然后呢，目前我们有做一个 program for 我们的 loyalty 顾客。啊，如果我讲广东话，你们会听吗？会，嗯。会啊。识听广东话噶？识。哦 ，OK。试看打一个啊，这个是刚好。打一个，你要打一个给他们听。不懂，可不可以啦？这个五年的，这个不是三啊，不是用刚用的。你好，好像有点太暗了。Hello。Hello。Hi。Hi。Mr. Lee 有冇？哦，你边揾佢？啊，你个 chain 啊 ，Coway 噶。咩啊？啊 ，chain 啊 ，Coway 啊。诶，之前去帮我哋攞水机嘅 ，Coway 噶 ，Coway 水机啊。啊啊 ，Mr. Lee 有冇 ？Mr. Lee 唔得闲。哦，得闲。啊 ，OK。哎 ，Mr. Lee， 请啊 ，Coway 嘅。哎 ，Mr. Lee， 你之前有用紧我哋嘅 Coway 嗰个 Medium One 啊 ？OK， 你嘅 service 佢系到呢个八月嘅啫。OK， 跟住佢就已经 stop 开噶啦，冇再扣你任何旅费噶啦。所以你之前俾人嘅$100。所以你是打算吓 ，sorry？ 啊，佢而家系停开服务噶，因为啊啱，佢会俾佢补翻一次嘅 service 俾你咯，好似旧年咁样咯。你记得旧年三四月冇？啊，
啊，你放心，我哋啊，我哋会做嘢好均真嘅。所以，但系你嘅payment系到十啊八月啫啦，即系就算去补翻俾你 service 都好，你嘅payment就冇再 charge 你噶啦，已经系足五年啦，就变 ownership 啦。所以到时你你想点啊？就系其实咧，如果你讲啊，你有两个选择啦，一嘅就系你爱 renew 个 service 配套又得，或者系你爱啊 trade in 换新款俾平啲嘅价钱都有嘅。啊，即系佢而家你呢个款就肯定会出噶啦。我啲啊，到時我同嗰個 service 嗰個啊服務嗰個，你可以你可以揾我，你記得我上次你幫我攞水機咁，響呢個見他蝕啲嘅，啊，你之前幫我，所以其實你可以我依個可以幫你整嘅，即係啊，然後仲有就係因為你嘅payment都好準時，我係睇你都冇增數啦，每句都響你呢個八百兵嗰個過數好準時，所以然後因為而家你 offer 你呢個空氣機咧，特別你可以攞到嘅價錢係啲嘅。啊，因為你都知而家疫情好緊要啦，尤其係啦，佢冇得走噶啦。OK， 所以平時嘅客仔咧就攞$90，但係因為你係已經用開我 Coway 咁多年啦，所以我哋又俾你依個係$70，所以就包你五年嘅 service 都 warranty 包曬咯，就好似你而家若每個月戴緊 mask 咁樣啦，但係你 mask 係每一次都要換噶嘛，啱冇？又要用消毒水嚟消毒性，所以你依個咧就係防你成屋企人啦，無論你響出邊買完嘢翻嚟，佢就你放響門口就會幫你消毒咯。Okay? 哦，我冇咩打算啊，我系冷气嗰只喎。做咩嘅？你唔使 sell 喎。啊，你觉得唔 OK？ 因为我好少喺屋企，好少喺除咗夜晚放工翻去瞓觉。就系你要喺屋企先需要用到，喺出边你都根本唔需要用到嘅，啱冇？因为你喺屋企你就系方便你杀菌，因为你系出去嘛，翻嚟嗰时候你就可以方便你消毒啦。咁 OK 啦，等下如果我真系要需要，我再联络你啦，好冇？冇相干，我 send 照 send 俾你睇，你 OK 嘅，因为呢个$70咧系限制10,000个客仔嘅啫，啊，因为佢冇讲系又固定讲你一路可以攞嘅，所以如果你讲 OK， 我哋直接可以帮你安翻响你呢个9号呢个门口度嘅，啊，所以我 WhatsApp 俾你睇，啊，我 WhatsApp 俾你睇，所以如果个到时如果你讲，诶，你唔啱，你嘅亲戚朋友啱都好。你介紹佢拎到呢個空氣機都好，你就係照攞翻介紹費嘅，因為你已經係我哋嘅客仔去嘛。啊，都 addition 啦，嚟幫補你嘅 service 又好，啊，即係六年嘅大六年嘅 service 都好咯。聽到冇？啊，得，冇問題，唔使啲。所以我 WhatsApp 俾你呢個號碼。OK， 你啊，唔該你啊，thank you。OK， 大概聽到是那個講話的東西嘛，雖然還沒有 close deal 啦，但是。就是顺着去讲啊，你不好像因为哦，到那个顾客好像要拒绝了，我们就很怕了哎。肯定会有拒绝的嘛，每个顾客都拿发达咯。等一下啊！你看他的顾客拒绝他，还是可以一直讲，一直去。肯定会有拒绝的，你总之你要讲怎样讲啊？啊，好像刚才那个Cody 的，他讲他要找回 Cody 嘛。但是我跟他讲，我是你之前帮我拿的吗？那如果他我在 follow 他，因为 Cody 我们可以开可以跟讲一句的，但是我没有讲。那时候我跟他们 manager 开会前几天啊，星期一是吧？星期日我跟他们开会，就是 Cody 呢，你可以跟他讲，其实我们 Cody 呢帮你 service 他是有钱拿的，那就是你每次 service 包五年，他五年都拿着钱。那就是你现在帮我拿这个，如果是马来人更加 OK 咯，马来人就讲，哎，你帮我拿，都是我这次拿一个，我们这个疫情都是赚一个 commission 嘛，对不对？都是一次。那过后你再拿这个新product，那个五年 service 又是给这个 Cody 的，他也是赚你五年的钱的。就是如果你跟马来人讲啦，就是又干 service 又是拉入巴基多让 service， 如果他讲他要找回 Cody， double 是吧？又巴基迪尔你们打混也说巴基迪的 double the ski， 对的。Sebab dia datang bukan secara percuma, Coway ada bagi gaji kan. Tapi bila akak sekarang ambil dengan kita, so kita akan bagi dapat komisen dalam masa pandemik ini. So I pun boleh dapat yang untuk sementara. After that ini pasang, ini pun akan untuk Cody ini yang servis akak selama 5 tahun juga. Jadi you boleh dapat untuk bagi dia rezeki untuk 5 tahun seterusnya. So akak boleh ambil ini kali ini dengan saya punya penapis saudara apa-apa.就这样子跟他讲，如果是他有讲到提到 Cody 的，你可以这样子跟他说。如果尤其是马来人会比较 OK 一点的，你跟马来人讲这些，就有讲如果可以，你试试看打马来人也不错的 ，OK 吗？慢慢来嘛，不用紧张了，试试看。我看崔老这样，
好像很 kick 你是不懂 OK 吗？马来文 OK 吗？ OK， 只是我目前打的都不是陌生的顾客，所以我不会太紧张，这些都是我不认识的人。哦，因为你打回你自己 existing 顾客，打回我的顾客我都认识的，我都还有聊天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就不会用到这样礼貌，这样 formal， 这样啊。对，因为你那些是你的朋友啊。对，这个好像有点。这样你如果你打完你那些没关系，你照打完你那些先，你拿完最主要就是还可以再 support 你第二台第三台都没问题。那如果你打完过后，你始终都是要碰到 fresh customer 的，除非你他介绍你那些朋友你又认识，他再介绍你那些朋友你又认识的，这样 OK 啦。但是肯定总有一天你是会接触到那些完全你没有帮你签购单的啊，我们本人给顾客啦，他们会给。不会哦。哎，高兴，问你啊，你讲那个你要求那个顾客给 prospect 啊，三五个啊，他们通常会有给没？有些不会达到给到这样多，有时给一两个，一两个都好过没有的。我们跟他讲五个或是三个，他没有真正给到这样准确，一些真正会啦，马来人，但是华人呢？不会多的，可能有时一个两个都已经很 bonus 了的。他已经是很想要挂掉你电话的那种了，没有试过。刚才那个不讲吗？我那天讲一个，就是我跟他讲的话，一般他直接盖掉我电话。我的话好像不讲的一半他就盖掉了。你刚才看到听到刚才那个会也是很紧张要盖电话吗？对对。啊。他刚才也是很紧张，但是我也是拖着他跟你讲。我打过的哦，就是他根本不想听，他一直跟你讲，OK 哈啊啊 ，OK 哈 ，OK OK， 然后他就不要再听下去了，这样子。啊，那些你就不要浪费时间了。如果他真的什么就关了哈，没关系 ，next。啊，不要有时如果你觉得还有的搞啊，我们讲有的就 OK。如果真的是你觉得这些就宣布死亡了，就不用浪费时间 ，next。哦，那宣布死亡就不要理他。啊，那些就 next 了的。啊，不要执着在太执着在那个了。如果你知道他是都已经摸到高了的了 ，next， 好了，行，就是了。OK OK， 哎 ，next， OK 啦，我叫他们现在讲啊。OK OK 啊，听啊。OK OK， OK， 开 speakerphone， 那个很宅，那个声音不会。不要看后面有 HP 的啊， HP 就不要啊。还有个单机钉啊，不要打呀。昨天才拿这个，昨天一个单机钉，我才 close 掉他的 lock box 的。我已经 close 了 lock box 了。我昨天 call 了。我想如果是录单 train 的话，一直到调皮，就是 email 话的，全部都电话的 HQ。哦。train 的，录拍 train 的，录单 call 的话，我就是因为杂志哦，我是用 cash 表。call 的话，然后录 train 的。train。一直到叫录小人物件，不要话，一直到叫录 contact。contact 咩？哎，叫录 contact call 的。哦 ，contact call 的。啊，喊中加表。什么？什么？自己讲自己的声音。现在我们公司做一个 program， 我们的 loyalty 顾客，因为你是我们 Coway Master 嘛，给的那些都是主持嘛，对吗 ？Number three， 啊，做九啊，我们有推出吧？
就是给我们有推公司有推出给这些楼业的什么的一个优惠。不要优惠，不要优惠。就是我们可以推出一个 program 关给这些楼业地的顾客。我们公司有推出一个。国兴，你在里面吗？你还在听吗？有有有。有啊。有。可以啊，我叫他们 call 啊。OK。OK 啊 ，OK 好。我在严重哦。哇，刚刚关了。不能关。我声音已经关掉了，敲敲一下，就是。只有就是那个节骨眼，我们要跳跳跳，然后我们就会忘记那个发的地方。但是包括那个都搬了。想跟你说声不好意思，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六月跟七月都没有去做 service， 可是过后会补回给你哦。然后现在我们公司有推出一个 program 给我们的 loyalty 顾客。我们练习一下，不然讲不顺就很。还是一个问，这不然你听不，我们听不到顾客讲什么东西，这怎样跟你去问？哇，好彩他电话打不通啊！没有没有，打得通的，再听不清。有现在是很难做。用什么？我讲陌生人吗？要不要有钱？要不要买物资？要就对呀、啊，对呀、啊，没买。没有听。好彩他没有听啊。没有的好彩呀、啊，还是要下一个。下一个就跳了。没有没有讲到，没有那个，好像有。L M。Coway Mall. Yeah, man. Yeah, man. I'm not going to get it. I'm not going to get it. Mr. Lim, Mr. Lim? Mr. Lim, I'm video. Oh. Yeah, I'm not going to get it. You're really too strong, I think. Yeah, 真的要向你学习啊！我讲我有 Ricky in 的嘞，不是全部 New Sales 啊， New Sales 全部就 OK 嘞。哎，你一个礼拜100多台嘞。我刚才看一个，刚刚看到一个 One Team 嘛，140 Team 嘛。One Team 嘛。好像是啊。马来人啊。嗯 ，Ask me 嘛。哎呦。不懂是他的 group 还应该是他的 group 啦，我觉得。对。一个礼拜140多台呀、啊。我看看先。好诶。他 post 这个啦，他自己写 TGT 啦，但是不懂事是他啦，我看看先啊。是啊。我看你是最强的啦，全国。你不要再讲了，你越讲我越伤心了。
1-0-0-1-8 我看全国第一个星期你最 top 了啦，你有啦，人多跟紧啊，我看到那些喊喊声啊，吓死人呢！你们一个礼拜不了100多台啊，我们一个班机嘛有，你都没有 Ricky， 你 Ricky 你更多啊。我要 Ricky 了，我要来做 Ricky 了。我有 Ricky， 因为我 Ricky 我要跑尽快呢，不然他们等下顾客 cancel 啊，他们更急哦。哦。真的很快呢，你 e-cash 过他们就 call 了。我们公司配合。对啦。你等那些 batch by batch 啊，都不用等到几时了，哎。Coway more 比较快 ，Coway more 比较快，可以用这个啦。我给 in Coway more 两天就装了咯。这个成功了吗？啊，肯定啦。两天我就装机了，那个顾客就装机了。现在我们公司做一个防疫的program，你看你们，哇，你不正常。你看，你看到我们那两个美女嘛？高兴，高兴，你看到我们两个美女嘛？嗯，他们在紧张到连那个手都好像冷哦。嗯，你能开太大冷气吗？可能你有在耶。放松，放松啊！真的，这个 Asmiu One Team 的148台啊。哎呦，148台呀、啊，一个礼拜呀、啊。嗯，哎、嗯、，Once。哇。他有一个 HP 50台，你懂吗？他们 HP 多是吗？不是，他有一个 HP 那个呢，上一年 top one 的那个啊，那个马来人啊，50台 first week。First week 50台呀、啊？哦，那个马来人啊。好强啊！你不要讲了，你讲了我们 SM 伤心了。哎，你讲那些没有线的，我听了比较爽啊。听了比较爽。你讲那些啊。两三个月做不到线上，那个听了比较爽。你讲那个一个星期做50亿啊，等一下我的 HP 又动了，压力了。你知道昨天哦，他一看到你的线出来啊，我的 SMR 看到你的线啥出来啊，他就好像那个什么萝卜人这样啊，我一直拿那个枪一直射了，不，我要射死了你。哎，好彩我赢你12台呀、啊！你赢我12台。你115吗？对吗？啊，好像是啊，没有去看啊。我12T 啊，好彩赢你12台啊！他妈的，是我十，我11个 manager 哦，我整个组织。你看昨天他一直开枪啊，开我们的、啊。难怪我看这么他们会懂啊啊 ，Felix， 原来你先，你先去给他们看。是啦。反正 Mr. Cool 又先玩了，我跟你讲。那我们就中枪了哦。高矮西墙啊，那个。我们就被杀到要死哦，开枪开到要死哦。他们在写稿啊，在写文案啊。慢慢来，有时候那些是谁鼓的，你要讲多一点。不用真的是探字来一个字这样子讲的，你讲多你就会 smooth 了的吗？因为之前他们有打，只是他们打的时候我们在听的话啦，他们是讲好像那个顾客哦，一开始是 OK 的，你跟他讲那个什么 service 什么什么，他们 OK 的，然后讲到哦那些空气机的时候哦，他们就好像就要不要了咯，就好像啊，这样你如果你觉得你可以参这两来打，刚才我打找的那个是刚刚五年我就可以推他去 S-Rig， 他 S-Rig 不要我才推空气机。嗯。啊，你可以，你找那些是可能啊几年啊，一两年啊，或是几个月前。嗯。是咯。你要试哦，全部都是，他们有试，他们有打了的，只是成绩没有这样好。然后在他们 follow 哦，有时他们 follow 了都，好像顾客都。不理不睬这样啊，要不要要不要这样呢？明白。就是咯，你要看到你的成绩这样好啊，又别打喊的。要这样子，压力的嘞。下次叫感应走嘎的那个东西出来噻。走嘎的，那人走嘎的，嗯。
哎，有的哈、哦，我看我的 HP 哦，他们 follow 了哈、哦，那个 WhatsApp 也没有回他们的、哦。先卡卡了。这里的先卡。那先卡了啊。OK OK 了。你声音在讲话啦，你听啊，萌萌啊。哦、没有了，我这里卡。我一个问题啊，就是讲说想要跟你讲声不好意思，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六月跟七月都没有去 service， 可是过后我们会补回给你的哦。啊，就好像上一年的三四月哦。啊，就好像去年的三四月这样子啦。啊，对。然后现在我们的公司有推出一个防疫的 program 给我们的 loyalty 顾客。因为在 system 里面你是我们的 good pay master 嘛，也就是说 payment 都很准时。然后接下去我要讲借那个空气机。啊，那就是啊，你有听过我们这个 storm 的空气机吗？啊，那这个原本呢就是普通顾客他是90，那现在你拿的就是70。那 service 呢，我们就会更快，好像你的水机这样咯，每两个月 service 来一次咯，但是空气机就比较快，每四个月就换次 filter 了的。啊，如果你要讲叫 product 啦。OK， 就是讲说，现在我们公司有推出一个防疫的 program 给我们的 loyalty 顾客，因为在 system 里面你是我们的 good pay master， 也就是说你的 payment 都很准时嘛。有推出一个防疫的 program 给我们的 loyalty 顾客，你有听过 storm 我们的 storm 空气机吗？这样子。那这个70机，其实你就讲，好像你们戴着口罩这样拿来protect 自己，就是拿来防，就是防这个病毒的，可以拿来消杀菌哦。那就是如像这个呢，就跟回你之前讲完那些 service 就直接带过那。For 你呢，就其实我们其实建议其实不贵啦，一天都是2块钱，那我们就直接如果你 OK， 我们就直接安装在这个地址这样子哦。总之你不要太讲得太长了，有时因为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可以做到 closing 就好，但是他又要明白你讲了之前讲什么东西的。你的车吧，你车跑外面。你有听过我们的 storm 空气机吗？然后这个时候就看他怎样回复、哦、然后就讲说这个 storm 空气机的话呢，平时它的价钱是一个月90块的，然后现在你的话一个月只需要70块。其实这个70块就好像平时我们出去也是要戴口罩，也是要用 hand sanitizer 嘛，对吗？只是这个你放在家也是可以帮助你去抗菌抗病毒哦。20的了，那就 stop 了，就不懂你要讲什么了。对。那你就直接讲，那 Mr. 如果你讲这个 program 你 OK 的话，我们就直接。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不要再 touch 了那个 product 呢，那 Mr. 那我就直接 proceed with 这个 program 安装在你这个地址啊，我们就会过账从你的这个 CMB bank 户或是什么户口咯，用回你之前的那个auto debit 的过账户口咯。然后你现在要重新再 verify 一下你的那个full name 什么，然后你的 IC number 就读咯，就给他听咯。那 second number 我们就放回 second number， 你的 system 这个01什么可以吗？ OK， 那等一下 Mr. 我就会 send 给你看那个product 那个照片，然后你可以拿到的这个70。然后就是你只需要在你的 IC 跟你的卡的前面给我，记得 cross for Coway use only， OK， 然后我就会 upload 在 system， 然后你等一下我会拍给你看，就是你真的是有收在我们 system， 我才联络你的，可以拍那个 screen 给他，看你要拍什么 screen 呢，就拍给他，就 send 给他一起，从你的照片一起 send 给他，给他有一个更加trust 啊，这个信任啊。你觉得要讲 good pay master 啊？sorry， 你觉得啊，要讲那个他是我们的 good pay master， payment good pay master， 啊，很准时，可以讲啊，这个 good pay master，
也就是每门都很准时哦，不是我们的每门老师也就是每门都很准时，所以是符合这个，所以是符合这个 program 的条件的，所以是符合这个 program 的条件的。有听过我们的收空气机吗？又有人偷来口味啊 ，Hello。你可以讲了，那你其实你有两个、可以 entitle 的，一个就是、他们原价是90，你是可以拿到70哦，另一个是我们的 star product 就是109.90，你看你要推两个给他选一个，还是其中一个都可以？现在我们想说先不要给他们选，先不要选就什么，就直接讲最便宜的给他用你博取。听过我们的 storm 空气机，这个 storm 空气机、平时的话，它是一个月需要90块的，然后房子的话是可以得到一个月70块的价钱、然后它也是跟你的水晶、所以我看也是跟你的水晶都是有的，所以我们就是想一想 upgrade， 就我们这个是长的，其实在冰冰把这个啊，对。啊，重点是去我们办理卡退钱，那就是现在是我们的劳工厂长哦，因为有所谓的那种东西都在我们店，以后就是要退钱后我们的厂长嘛，然后我们所要我们那个不可以卡退钱。有什么作用的？因为我很少去背哦。要什么条件？Hello, Mr. D. Hello, Mr. D. Hello. Mr. D, 你下午好。Mr. D, 我的姐妹他们已经帮你弄那个一下子，你看有多少 TAC， 你再给我一下。Hello. Hello.不要，我不要。
Hello. I'm Mr. Tia. This, 我现在我跟你讲，就是那个应该啥，你收到那个 OTP number 六个号码，你先给我一下哈。啊，六。啊，现在，OK啊，先给我一下，谢谢你。你说，你说五年还是七年的？可以，我加拿大。今年是65，五年的是85。 啊对，啊哈哈，65是那个是七年的嘛，我的天，我跟你讲，啊65是七年的，啊然后85是5年的。如果是你要是讲好像有些人讲，OK，我明年过后我要换新，我要换新手机的，我的手机要用到7、8年，整10年的，他们就用5年的哦。通常拿到像那些马来人、印度人他们。 喜欢用7年的咯，因为他们的东西是很独特的。然后如果是你喜欢，你要想5年的话，5年过后，我觉得我手机旧了，我要换新的。但是你没有用5年的话，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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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送上门，哎呦，是送上门。当你 close 他的时候啊。啊，他刚搬新家，现在他讲好跟他用空气机和水机。我是送上门讲，你给他搞多卡。喂。OK， 这两个是 OK 的，那廖生那个你去给你。OK， 谢谢你 ，Thank you。OK， 拜拜。打来过我，我是你要买。我跟他讲，我们都是帮他讲，自己他讲。OK， 我先来看啊。好的，阿星有在吗？阿星有在吗？啊，有啊，有啊，有啊。啊 ，OK，OK。Okay, okay. 啊。他打回来，然后疫苗又没有，不能打，然后打不出，不能打，不能打，没有线了，我要走到那里，跑不出，跑不了，没有线，没有，你是 message 啊 ，message 不能打，不能线了，你好，啊 ，Hello， 那他们应该很快就会 ，Hello。Hello， 没有线，就是我打不到。不要用 message。你看我打那个顾客打12次了。打。没线很差。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这边传的是钱啊。这边也是一滴宝石。打12次。看你打的错。难怪他哪个都打了，你看不了哎。我手机收掉了，哎。我
高兴哦。哎呀，你们去了吗？你是好爱那个人。想啊想啊想，是讲我无意过，我而家个大事。喂，然后给你带出来，我咖啡你准备出来行吗？闹的。酒。哈哈哈。不错喽，新车。啊，新车嘞，新车喽，压力有吗？嗯。我来，我过了第一个。有心情，第二心情。对。我是比较好听。现在你的话，一个月只需要。之前没有来，我坐在外面就上。有些人就讲到十二次给你，一个月只需要七十。会决定吗？我问错。就好像。让我打。Hello, hello, Mr. Chia. Ah, Mr. Chia 是吗？啊，我们这边是 calling from Coway Malaysia. 啊，我们要跟你比较抱歉讲，因为我们六月、七月我们都不能帮你们做 service， 反正我们 in future 我们会补回给你的，等到 MCO lift 了过后。啊 ，OK， 收收发啊 ，OK 吗？那些水机那些全部都 OK 啦，因为我这边系统看到你用的是牛，对吗？啊，你现在方便讲话吗？啊 ，OK， so for 我们来讲的话，现在你用这个是水机吗？你有听过我们的空气机吗 ？Storm？ 啊，你现在家里有没有什么一些空气机，还是你没有用这什么？空气机之类的 ，for 一些帮我们消一些病毒这样子的东西有没有？啊，你用这个是什么？哦，普通的罢了啦。OK， 就现在我们有做一个program 啦 ，for 这些抗疫的一个 program， 因为 for system 里面你是我们的 group A master， 所以我们 for 这些 loyalty 的顾客，我们会有做一个 promotion。如果是 normal 的话，我们的 storm 的空气机是90块 ，for 你的话loyalty customer 我们做的是70块一个月。OK， OK， 不用紧，没有，如果 WhatsApp 啊那个一些资料给你看看咯，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啊，你可以再contact 我，啊 ，OK 啊 ，OK 啊 ，OK，thank you。啊，靓仔，想称呼你啊，靓仔。啊 ，Raymond。啊 ，Raymond， 你一开始就听到好像你直接要 sell 他东西了哦。OK。嗯，就很。你问他你有没有听过我们的这个空气机，一下就你就讲完那个 service 过后啦，你就讲你是讲没有，这两个月是没有来 service， OK， 那没关系，那我们就好像上一年这样子补回给你咯。那这个但是这个月开始呢，其实我们又 slowly 就是空气机都有开始帮顾客 service， 有上门换 filter， 那水机就看顾客的意愿啦，如果顾客给我们进去，我们也会可以进去 service 的，那就是在这个八月开始咯。那就是因为你是在我们 system 已经用了很久，这个 new 的 payment 都很准时。那现在这个 program 呢，我们可以给这个空气机是 for loyalty 之前顾客只是先70零几而已 ，OK？ 平常顾客是90的。那现在呢，这个空气机呢，就是现在我们可以拿来杀菌啊，就是除臭味啊，或者是你可以最大的就是现在，尤其是这个疫情这样严重。OK， 你可以，我们是建议你放在客厅用的。OK， 那当然就是你拿这个呢，你是不需要给任何好像 deposit， 就好像你之前那个水机这样子咯。OK， 我们只是会从你这个什么银行那边扣一个70零几，我们就会安装在你这个地址，这个 system 的地址。OK， 那就是每个月就会 auto debit， 那就是这个月安装过后，下个月我们会再送过一个月给你哦，你是不用没有charge你的户口的。你可以这样子给，因为给感觉，哎，你loyalty顾客，我们是 system wait 给你一个月咯。那九月份你不用给，十月份开始才从你这个户口那边 auto debit。那过后我们就如果你 OK with 这个 program 呢，那我们就安装回这个地址那个the full name 什么什么这样子。你要给他感觉他是真的是比较 loyalty 的，就是价钱便宜过后，你还会 second month wait 给他一个月在 system。其实那个九月是公司 wait 了的嘛。
OK， 他已经过了一个月九啊，七十零 G。其实那个七十零 G 之前我不懂 Philip 有没有跟你讲过，那七十零 G 其实是给这下个月的，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把这个七十零 G 变去八月份、九月份那个就变成你 wave 给他这样子，听到比较 OK 一点。OK， 明白。所以如果他讲说他有用这的话呢？他用这，那你用这的是 storm 嘛？还你跟你讲，你看你是用这门 Coway 嘛？啊，不是，那你用那些啊是 sharp 吗？是什么那些？那些是没有上门定时换 filter 嘛？那如果你没有换 filter 的话，就跟你用久了就是没有那个效果了的，因为它是有 filter 有 expire 的。那而且好像那种 sharp 啊 Philip 那种都好，它的那个 cover 的 square feet 很小，就好像可能就你讲那个 square feet 呢，就好像可能一个厕所的这样大而已。那你放房间或是客厅是其实不适合用的啊，而且你定时没有换啊 service filter 呢，其实就没有那个效果了咯。尤其是现在这样严重，最主要就是杀菌，你要有好像你用过门扣位，你就知道它的 service 很好，就换 filter 全部也不用花钱了啊。这样你可以带动它，引导它带这个。那你用它肯定也不会用很多台的嘛，就算它用 Sharp 啊 Philip， 那你可以用这样拿这个啊，现在你拿这个也划算。也不用讲，好像你买那些 shop 啊，菲力一次过要给钱的，最主要就是 after sales service 你不用烦。可以明白。要给他知道我们的 benefit， 还已经用这我们的东西，他已经知道那种 service 啊 filter warranty 啊已经很 OK 了的啊，再去 refresh 一下 ，polish 一下子就带动他去讲啊，现在因为你这只啊 OK 的话，你只是我们会过一个月的，其实那。九月份嘛，我们再会送多一个 Wave System Wave 多一个月给你，那就没有过账从你的户口了。那十月份开始才从你的户口 Auto Debit 的。OK， 可以，可以，明白。Excuse me， 他刚才他的口气冷淡到我有点，口气太冷淡，说话。他太没有讲话，这是谁问我？还有我。还是你要打多一个吗？给属灵做一下心理。你该打的是其他的哈。其他的啊，你是其他。啊，我们去买我们公司的礼物。哇，我三年啊！你讲我老的，听到女生的声音，她就比较 OK， 不会这样快就。看到实习，安定说。等一下啊，我 check 一下的东西先啊。忘记给我。早打就对了。这是该你的。该掉的。No, next one. 林文森。啊，有请问是你的吗？给你划枪吗？哎。
看到的。哦，打铃。是什么 ？Miss Ho 还是 Miss How？Issue 的。好。好。六一，一四二零六五三。角色你会不会睡去角色？没有没有 ，OK， 我有在的，你放心。六一零四。有听着我。零六五三九一。我只是关那个镜头，怕给到压力。OK。压力可以。哦 ，Mr.， 哦，谢谢男生。零一三七零七七七二九。Hello. Hello. 啊，请问是 Mr. How 吗？啊，我是 Adeline from Coway. Hello. 对 Coway 的。你现在就是之前你有用上我们的那个 Neo 的水机对吗？哦，还有你的名字买的啦，你的弟弟的电话号码是零一六九二一二一二八的，对吗？Coway 的 agent。哦 ，OK， 可以，好，没有关系，因为他这个随机哈是按着你的名字。But then 就是我们 call 来哈，可能就是要跟你们通知一下，说六月跟七月的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嘛，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帮他的随机做 service 啊。可是过后我们会补回这个 service 给他的。啊，或者是你觉得，或者是你觉得我要联络你的弟弟，跟他讲一声会比较好，因为是他在用嘛，对吗？哦，然后他的随机是放在你的家。哦 ，OK， 在，所以他的那个随机是放在他那个啊，可以可以，没有问题，嗯 ，OK， 好，谢谢你。哦，拿不到他弟弟的电话号码吗？拿不到，他讲说弟弟在新加坡回不到来，然后随机又不在他家，哦、然后他就。我就讲说，不然我跟你弟弟讲一声，然后他讲说，他跟他弟弟讲，哦，还是在，他的弟弟买在新加坡，他弟弟，啊 ，OK OK OK， 然后第二个号码也不是他弟弟的，他讲第二个号码是 agent 的，啊，这样厉害啊，可是不是不能过了吗？第二个号码 agent 的话是。没关系了，是不能过的、啊。嗯，这个没有这样紧张了，是不是？他没有这样，他不会，他也不会抗拒，抗拒的。刚才那个真的是起错了。其实我跟他讲说，啊，现在这个地址的，这个 OK， 顺一点，没有这样刚才这样紧张。对，改那个好像机关枪一样。因为顾客有跟我们沟通又不一样了。可是如果好像给你的话啦，刚才他这样子讲啦，你会 continue 跟他讲我们有推出这个 program 嘛？因为讲的话也是好像很奇怪嘛，我是觉得。我们每次不会上工呢，然后我们就挂掉了。
大家就跟你就是，其实你可以问他那地址现在是水的，大能小会用水量会多吗？OK， 那你这个是11.3 liter， 那如果5.8 liter 你 OK 吗？还是你要用？用回降大价，嗯，5.8，嗯，那个就你就不用，它是新款，你这个款没有，嗯，那它就是99。如果你 check in 的话是99，就不用给它，好像你之前给18这样哦。啊，是 Vlim， 这个是 Lim One 啊，这个是白色，它那个是灰色 ，upgrade 版。对，它的 button 没有你这个难扭咯，可烧水跟温蒸。如果你用习惯这样大致没有装水瓶上班上学就比较适合啦。啊，那个是嘛？你讲的那个可以调温度的是吧？也是有 UV 杀菌的那个，那个是最 heat 的模的。但是你的他们原价是140，但因为你现在已经是 ownership 了嘛，你最 in 它是15，水箱会比你这个更大，烧水更多。你这个你烧水可能你拿2杯到3杯左右就不烧了，对不对？啊，那它这个就那个就大了，那个就3.4 liter， 你这个是1.2 liter。你那个就是我现在用着，我现在也是用的那款，因为家人多，或者有些孩子是比不是。全部115，一直115啊，然后就是你 trade in 呢，我们还可以 waive 你 second month 的那个payment 呢，就是你15它安装了在8月份、9月份，我们会 waive 一个月给你，10月份开始才开始 auto debit 咯。对，那个就哎呦，有，我们偷偷安装了，没办法，因为已经拖了2个多月，那个政府给米币，我们只是给他给我们安装，对，他是对。空气机跟你这个，但是你现在因为你已经是check in 嘛 ，check in 会比较赚一点啦。那如果你是如果讲啊，你没in的，你是一最低几折最那个separate 了check in 啊，是150而已。就是你讲说两个嘛，一个对呀、啊。水机接因为那个每次来说我的那个啊哈，我们是这里的，那我就直接帮你去就可以了，因为他们现在还不懂什么时候去约到时间嘛，我们就直接帮你这里保持，自身的资料，我们跟回你的安装地址是 number 3加的很多34 Damascus 代巴路咯 JB， 那你 auto debit 你要用回你的红龙 bank 吗？啊，
啊，就是你的 Hong Kong Bank 的，对，但是你的 Hong Kong Bank 是那个还是用了七啊？对，就7222了。就对啊，就那个7222那个是那个 last four digit 是7322的那个号码咯。那就是你。啊，那个水机跟那个空气机还是水机？你肯定是那个款。看一下有什么款咯，因为。也是要用五年很久下来，但是其实你看你展演都不懂，哎，五年了我的水机，因为水机都是长远用的，没有可能讲，哎，我用一两个月一换了，不像我们电话这样，哎，可能两年就换水机。其实你我觉得你应该都不会讲有什么 complain about 它 service 啊，都不用烦了，每两个月你就有人来 service 了，对不对？啊，是但是现在有一次你有来 service 到吗？就是上次可能是上一年的那个三四月咯。那个上次有坏掉咯，上次漏水。你就 contact 我，我就帮你 report 就可以了的，就等你先回 next day 过来。啊，对呀，我现在是不是 department manager 了？好，可以直接联络我。因为没有，我全我 WhatsApp 给你看。就直接对而且尤其是空气机了，现在疫情真的是头痛啊，看到都怕。我就建议你可以放在客厅用，晚上就放房间。我做不到白板，它是也是要清洗的。它有它会比较。要两个月四个月就换 filter 了的。它会expire那个跟你的水机一样的。还有两个款呐，如果第一个款它是四个 filter， 另一个款是六个 filter， 就唯一一个那个就有负离子，有 plasma。就是可以直接杀菌啊，螨虫，还有那个负离子，就是好像现在我们有东西做，很多玩电话、看电脑，很多静电，你睡都比较 OK。不要讲，好像静电太多，你一个人睡觉六个到八个小时，但是你睡醒啊，可能肩膀啊还是很酸痛的，累嘛还是很累这样。但是如果你负离子，它会扭射回，你就比较舒服一点，就 fresh 一点哦，那空气都。我的建议你可以放在客厅前，晚上你可以叫你老公放去房间，其实不是很重的，你都可以拿得到的。你放在房间，因为你房间无论你开冷气风扇，你不会开着窗门睡觉的，对不对？那你就空气不如流通。现在其实就是疫情这样严重，都是很多都是这个空气的。那你明天我看一下我的荷包够不够，肯定可以了。这样你就不用讲，你一次过，拿那个 service 配套要拿一笔钱，是 one shot 给哦。那你就知道，像每个月这样子给他，就是、oh. 所以他就。我就联络你，就你好过你拿 combo 了，因为你 combo 那个我跟你讲，就是最便宜就199哦，你现在你分开你有一百五而已。分开的话才150。185。185。对。那我等一下先给你看看，你选同样的卡的前面，我跟回你的 system 的那个number three 的 second number， 我就跟回你的那个放回你应该你老。工了那个号码01新加坡号码的，对你老公啊，那我就跟回那个就可以了。你老公现在应该还是在新加坡对吗？没有回来了啊，马来西亚的号码就可以了。你直接通知我一声就可以了的。OK， 那我等一下我话是给你看。好。OK， 可以，谢谢你 ，Miss Go，Stay safe 呀 ，Thank you， 拜拜。拜。Hello。在。你们有听到吗？他讲的东西，其实他是，
是他刚刚就是 去随便选一个啊，这个就是他的 between， 你们可以听一下。其实我觉得刚刚你们的 between 跟啊国兴的 between 最大的差别是你们有压力，其实你们 call customer、哦、有时候要拦手啊，要什么叫做拦手吧、啊？就是其实你是不认识他的，但是你好像跟他很好这样，好像跟他很熟这样。那种感觉你要给到顾客这样的 customer 也未必记得他，也可能忘记他，他其实也忘记这个 customer 的样子了的。但是可是讲感觉上听他们的那个沟通好像朋友这样，就好像哎，他们其实好像认识的，其实他们是不认识的，已经是忘记。等一下，嘉音听不到你的声音，嘉音，听不到你的声音，卡卡着了。Hello， 现在听到吗？啊，听到了。听，也是卡一下卡。又在听不到。听到吗？听到吗？现在？啊，可以了。听到了。没有，我是讲我。觉得你们 call 的时候要跟 customer 拦手咯，要跟他有互动对吗？就是那个啊，你们要跟他有互动是跟他有互动也是一个，可是就是你们要给他感觉你们其实好像很记得他，很认识他这样子咯。就是其实 fresh customer， 因为、啊、哦，如果是 fresh customer 打的是 fresh customer， 也有打 fresh customer。哦，你们现在打的是 fresh customer 还是？就不是我们的顾客来的，因为呀、啊哦，不是你们的顾客。当那些顾客哦，他拒绝了我们，没有关系。嗯，他拒绝了我们呢、啊，我们就很紧张。他没有跟我们互动，他就一直讲啊，不要啊，不要，我考虑先啊，不要，我们就很怕了哎。他没有线还是？他讲不要是正常的嘛，如果你扣每一个都讲要哦，那个你要怕、啊、没有，他也没有要跟我们互动，他就很急着要盖我们的电话这样子哦。是因为我们一开始讲话的语气的关系是吗？我们会不会就我们没有跟他刚才这个你有听到他开始那时候吗？刚看到你们都不在哦，不知道他没有在哦，我就是看到你没有在啦。哦，因为他去打电话，然后我去上厕所，我去 call 顾客，因为我看你在讲话太突然，然后我就去旁边 call 顾客。哦，因为我等阿瑞们谈完过后，我就打咯。哦，一开始的时候，我听到是你刚才讲随机的东西是吗？啊，先讲随机，因为他是五年嘛，然后过后就讲空气啊，讲下就知道他随机已经很 OK 了，他要转，好像有兴趣 on bar。或者是他不要，我本来想要新给他便宜点 new plus 的，但是他讲要比较好像水降大了就 medium 哦，但是他讲他有看到一个也蛮不错就 on bar 了哦，我就跟他讲 on bar 就他已经 OK 了的了，就我就推他空气机一起，然后现在疫情可以拿、哦、空气机、因为刚才我讲到嘛，就是我们之前那个、service 在、只是安装可以这个空气机，水机就刚刚这个月我们就会安装咯。这样我就是要特地跟他讲，我们现在空气机一直都有，因为现在疫情这样严重，这样他就想到，哎，也是有空气机，他就问，这样这是有 combo 的配套的，其实你们，这样我跟他讲了 combo 不划算，这样你就分开拿，啊，因为还有 check in 嘛。他们现在 concern 的东西是，你要怎样令到 customer 跟他们有互动讲话，是吗？然后他不要这样快拒绝他。啊，对对对，不会这样，好像讨厌我们这样。没有讨厌的，没有啊，见不到样子的吗？他会很感动要盖掉我们的电话，但还有跟我们互动，好像刚刚我 call 的那个，他会跟我讲说，不要先啦，因为我的先生没有工作，这样子我们就有机会问他说，哦，你先生是做什么工作啊？这样子才会有互动。有一些哦，他根本没有给我们机会讲话嘞。其实如果有一种 customer 他们就是非常拒绝的那种，我们通常会建议放的，可是问题你要把这一个发现率降到最低，就是 when 你开头跟顾客讲话的时候，刚刚我有听到，因为我是刚进来啦，我刚进来的时候我听到、Raymond 是吧 Raymond 在讲，所以 Raymond 的 pitching 那边
其实他犯的错误是犯在他开头那边。你开头那边，你已经给顾客感觉你要来卖我东西了，你要来赚我钱了，我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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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不要，不要，不要，他就一直不要，不要，不要了，所以你就根本就讲不下去，因为他已经感觉你是要来卖他东西，所以他已经是关门了。所以这种顾客哦，你讲不下去好的。所以我觉得刚开头那一part你们要很重要，很有技巧的去讲哦。When customer 如果他完全不要听你讲开头的东西，你就可以跟他讲，你讲好像 let's say 讲Mr. Lim， 你不用那么快拒绝我，我没有要卖你东西，我只是告诉你你的 service 啊怎样怎样，我来通知你一声，然后也告诉你你拿到我们的 program，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拿到，所以我今天我的工作就是要通知你，你可以 entitle 到这样的 program。 OK， 如果他还是不需要，我不需要，什么 program 我都不要啊！这种 customer 呢，其实是放了，他已经是关完门了。但如果当你这样子讲的时候，他就突然间什么 program 啊，这样子，他就突然间什么来的这样子啊，你就可以讲继续讲下去。就有时候我觉得不要怕顾客，因为你不认识他，还不认识你，最多不是被屌吧？如果好像啊，刚刚苏琳讲的那种 customer 哦，他就一直在那边不要不要啊 ，no no no 那种，你其实可以你其实可以大声一点点，但是你不要骂顾客了，大声一点点，就跟他讲 ，Mr. Lim， 你听我讲先，你不要一直讲不要，我没有卖你东西，我打给你，我只是跟你通知一声，你可以不要的，你给我讲完先，我要做工的啊，这样子，你就是用这样的语气跟他讲啊，看他怎么样喽。你看他给到你的反应是什么咯，因为鸡鸡谁的鱼，我说你遇到他都讲、一直不要的，他都死命不要了，你就因为他，我知道你不要，你给我讲完先可以吗？我打给你，我没有卖你东西的，我真的没有卖你东西。好像他讲我接过很多个电话哦，很多人 call 我这样子，你们 call 位啊很烦哦，很多人 call 我，然后你就跟他讲，我知道 call 位很烦，但我今天 call 你不是卖你东西，我没有卖你东西，你不用担心啊，这样子看他讲什么咯。如果他依然讲不要的 ，OK， 那种就已经关门了，他已经很抗拒了，那种就放哦，放了先。OK， 如果是那种你屌一屌他，他突然间就醒了，这样怎么来的？你要讲什么啊？你要讲什么 ？OK， 然后你就可以继续讲哦，因为你哦可以 entitle 我们的一个 program， 我们现在有个 program 可以回归给我们的 assisting customer， 这样子，这个是我的一个建议啦，你们可以考虑试试。因为我刚刚发现你们的问题其实是是在刚开头那一 part 的时候，如果你开头那一 part 你们带入到给他感觉到自然一点，然后总之可以给你们进入到他想要知道他可以 entitle 什么 program， OK， 那么你们就可以有机会进入再多一点。就像刚刚 Raymond 的他有点紧张，而且他有一点点就是他讲了那句话，就是你有听过我们的空气机吗？就是这句话其实不需要去问 customer 的，你要在后面先才问啊。你刚开头的时候，你不要给他知道你有听过我们的空气机吗？他就会觉得这个人要来卖我空气机这样子。所以你先不要讲这句话，你就是跟他讲，我是 Raymond， 我是 Coway call 来的， OK， 我们今天有一个 program， 就是我们要 call 给这些你们，我要 call 给你们这些 customer， 通知你们的 service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如果他继续听，你就跟他讲，其实今天你刚好可以，我看到你的名字，你可以拿到我们的一个 program， 不是每个人都拿到的，只有你拿到，所以我今天 call 给你，给你 go through 一下我们这个 program 是什么，这样子。你给他开头，你要先吸引他什么 program， 他才继续讲你的产品。你一开头问他有没有了解过空气机，他就已经是这个人要卖我东西了，关门了。这是我的建议啦，可以考虑试试看啦。输入的话就可以考虑我刚刚那个方式啊，就是如果 customer 一直讲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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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你可以你的性格也有一点点串串的，你就串回 customer， 不要一直讲 no 先，我只是跟你讲你可以 entitle program 罢了，你不要一直讲 no 先啊，你可以这样子抛回去给他，看他给你什么反应。有一些真的受人啊，
有一些顾客要被屌他才甘愿的，他才肯听你讲话的，你试试看哦，试试看可以。因为你们现在 try 的都是华人 customer 嘛，其实华人 customer 跟马来人 customer 是不一样的，如果可以的话你们可以 try 一下看 call 马来人 customer 咯。华人会比较讲话比较粗鲁会吗？华人会比较怕死啦，第一怕死，然后第二就会比较穿一点啦，然后会比较，可能华人他接太多这种像银行的电话，所以他就会对这种直销很反感。所以马来人的话，马来人的话还会比较容易的，真的比较容易的。你们可以跟他讲，一直叫阿嘎、阿邦、阿嘎、阿邦、阿嘎、阿邦，叫他叫他叫到爽了。你跟他讲，马来人哦，他们有个性格，马来人有个性格就是会贪小便宜的。对，马来人，我觉得我做了啊，我也觉得马来顾客会比较好沟通，而且马来顾客啊。他只要好像你跟他讲说我会 free 你什么，他听到有 free 这个字他就很满意了，他就会有兴趣哦。起码马来顾客会给你们讲完哦，就会听你们讲完，他不论他要不要啦，他会听你们讲完就是个机会哦。你只要你们可以讲完 full pitching 就是一个机会哦。如果讲到一半就没有了的话，这样肯定就他都不懂嘛，他都不懂你们要讲什么嘛。觉得你们可以试试看哦， call 马来顾客，华人顾客也是要 call 啦，什么顾客都是要 call， 但是就是要不同的技巧哦。华人有时候要屌一下的。大家讲，这里你不要这样抗拒我先，我只是做工罢了。可以考虑一下用这个方法啦。然后如果你们讲 call 新 customer 的话哦。新 customer 其实难度会高一点的，因为他不了解 Coway， 他不知道是什么，所以觉得你们现在暂时 call 的话，可以的话 call 原有的 customer 先。你们都有吗？是吗？有那个 list 吗？有啊，有啊。你们先 call existing customer， 他们会比较容易一点。等你们真的是抓到那个技巧，跟这些 assistant customer 讲了先，之后你们才去 call fresh customer， 不然的话你们现在就去 call fresh customer 哦，你们一直给人拒绝哦，我怕你们那个，怕你们的那个心情，那个要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心，因为真的会很多人拒绝的，不可能每个 call 都要的，如果每个 call 都要的话我都怕这帮人是来这么的骗钱的，是不是不想给钱的，来骗钱的是吗？一定的嘛。所以你们 call 了30个哦，全部都是这样的结果，就越来越压力越来越差。所以咯，但是你们要有一个，其实我觉得 telemarketing 是一个数字游戏，就是你每一天你要 call 多少个 call，然后可以拿到多少个 follow up， 你每一天抱着这个想法，我就是我每一天，我没关系的，我如果我今天我 call 不到 close 不到 customer 我没有关系，可是我一定要 make sure 我能够讲完多少个 customer， 好像你们 call 30个 customer 里面30个到底要有多少个是讲完的，是可以愿意听完你们讲的东西，然后给你 whatsapp 他那些空气机的那些照片啊 promotion 那种，你们要给自己一个 target， 我要有多少个这样的 follow up， 因为有时候很奇怪的，好像国兴他们哦，他们的 HB 刚开始真的是全部都是没有的，就不可能一 call 他就立刻 send 给你，那个是你之后才有的东西，刚开始是没有的，但是你们会有 surprise 哦，就可能你 call 了3-4天后哦，你第一天的那些 customer 突然间 send 回来了，突然间就 WhatsApp 给你啊，哎呀你要什么资料了啊，我忘记 send 给你啊，会有这种惊喜啊，就你每一天 call 然后拿到多少个 follow up， 然后你中枢然后在后面你就会慢慢收，他就会好像收成这样哦，收成回之前的东西，然后好像我们 call 了的啦，我们讲说我们会不会WhatsApp 给他那一些资料嘛，然后他全部看了过后都没有 reply 的哦，然后隔几天我们又再 send 多一次，就其他的也是一样空气机的啦，就其他的素材给他的时候他也是看了没有 reply 哦，你觉得
还要继续再删嘛，会不会很烦？那个是你跟他谈的时候他是有兴趣的嘛？他是跟我讲暂时不要先啊，然后我就跟他讲说这样没有关系，我先删资料给你看哦，这样的。哦，就是还是没有 很大的兴趣的，啊、没有，是你是纯粹先给他看看。我一三七编好了，一三七，年来不了的。你来了，年年来的这种可以不放弃的，不是九九还来着哦，九九还来着，反正不用钱的嘛。很有兴趣那些你就可以问，就send到有一天他 block 我就没有办法了哦，他 block 就很严重啊。那个不用紧的，放着给他放着了就可以九九再一次这样哦。OK 啦，我们试下。但是如果很有兴趣的话，你们就可以问喽，就可以问他。Mr. 上一次你讲send来的那个怎么样啊？我现在在 system 面前等着你啊，因为我们这个是开放给有限，就是有限量的 customer 的啊，所以如果快一点的话，就比较快跟你 proceed 咯，这样子。如果有顾客啦，他是自己来问这个空气机先的，然后介绍过后哦，他就讲说还要问他老婆先，因为女生要比较其他的牌子。然后我都等了两个星期哦，你觉得我要讲找他好哎？直接问他哦，你 compare 到怎么样啊？其他的牌子，然后你讲了这句话，你就要很有信心的告诉他，跟他讲哦，其实我觉得你不需要 compare 的，因为我们 Coway 哦已经多久多久多久了，然后我们 Coway 给的东西是基本上来讲，外面市场是没有拿到这样的东西的，这样哦，你可以再去 follow up 他的，然后有一些就。跟你答应了讲要、嗯、然后之后他又没有send给你，没有给资料，嗯啊，这种呢你就要有带一点点，你就要跟他讲，不好意思啊 ，Miss Lim， 我想问一下你到底还有没有兴趣要拿我们这一个 program 的？如果是你真的没有兴趣，你直接给我知道，我也不想浪费你的时间，也不想浪费我自己的时间来一直去烦你，因为我也不好意思一直去烦你啊。所以因为我们也是有限量，你要的话我就可以立刻帮你 proceed， 可是我需要你的资料咯啊，你可以用这样的方法跟他讲，讲都不需要浪费大家时间哦，你要不要你讲一声？嗯，觉得其实 call 多一点，你们就知道怎样去 handle 了。所以其实基本上是不用怕他们，不用怕他都没有见到你，他都不懂你是谁。不用怕，他最多就是盖电话吧。顾客一如果他妈出话的话，你就盖他电话就好了。他一凶我们就很紧张啊。我遇过哦，我 call 过去哦，然后我刚才讲说那个 service 没有的去 service 嘛，那时候七月尾的时候，然后他就骂我，然后我就讲说我们过后会补回给你。然后他就讲你不要给我 talk 这个 rubbish 啦，然后就盖我电话。其实我也给顾客骂过，就是哈、啊、我找的是已经是用了超过五年的顾客，我就有跟他讲关于这个 service 的东西哦，他直接问我，这样你现在叫我买 service， 你有办法来到我的家跟我 service 吗？既然你们不能来 service， 你为什么要跟我讲买 service？ 他讲现在可以吗？没有，他讲之前啊，之前几久？那时候啊，七月。三个月哦，七月那时候不是开始有memo讲可以 service 了没？那时候还没有，没有，那时候还没有，那时候还没有，七月尾才有不是？啊，那个空气机早早都有了的咯，随机啦，可能随机、哦。然后他就很凶哦，一个安迪来的，他讲我买你们的机的时候，你就跟我讲说两个月 service 一次，然后现在已经多久了都没有来 service， 你还好意思叫我买 service 啊？两个月吗？你讲是要来的，但是其实是你要讲我也想来呀、啊。我们自己来，是政府不给，不是我们不要来。不给我来、啊。你看哪里？五年，这五年里面你才只有两次没有 service， 这一就是三年的三月跟四月，还有这次的。你看五，但是五年将准时的时候，怎么你没有称赞讲啊？你要 reward 我们一下的。你跟他讲哦，我们只是这一两个月来不到，你就来骂我了、啊。像我们来了这么久了，你没有来称赞。其实这些顾客啊，有要聊一下的。啊、你讲，你 Miss 啊，你讲，你都没你，我看你都将的这四十年或是三十多年都没有试过关在家不能出门哦，对不对啊？这次都是没办法嘛，都是因为疫情，政府不给我们出来嘛。而且你要知道 service 现在我帮你 renew 都是下个月才来的，不是这个月 renew 马上就来的，你们懂哦，懂是吗、啊、有时候要带一点点屌一下笑着屌、啊
这条水整天屌人了，这条水整天屌顾客。有，跟他讲安迪，我活了三十多年，我都没有遇过 COVID-19 嘛，这样现在给我们遇到了哦，不是我不要去你的家 service 哦，我去你开门给我嘛，你问回他，政府不给我们去，我们也没有办法的，你不要骂我咯，我做工罢了啊，女孩子很容易的，女孩子。我把的部分写起来，不要等下我又打，哦，光看你又打，你是上面下来，下面上去。哦，我没有看到安妮斯林的票哪里？哦，全部出去啊！他去打针，他在、哦、打针啊！他在 second dose 是吧？没有 Miss Win 打这个没有，我只剩下你们三个在他家。对的，极爽，来这间家就特地给你们来打过了。打过我还没有来去过来那边加黑，看那个环境要小心哎、欸，你们不要到处跑哎、欸！阿苏林还有孩子哎、欸。是的，我要出来。那不是太平的呗？当然，太平每天来回啊。太平的鱼给我钓完了，我现在来钓槟城的鱼哦。不是，你不是太平人咩？我是太平人，可是我已经住槟城了啊。哦，住槟城了哦 ，OK。对的。这个 Rosalie 是我没有，我要试这个。你们打了疫苗没有？没有，他打了。这边只有我一个还没有打完。哎，为什么你还不打的？我们在我们我们我们有乖，我们在打电话。谁用 ？Mr. Lim 在 CCTV 跟我们讲话。等一下，我在设资料。我们在打电话。我们好像他的孩子这样。嗯。阿蒋，不要讲话，快点打电话。不要假装。我们没有假装啊。跟他讲，Mr. Lim，我们在学习。我们在学习。哎，是女的。激情哎。大家我帮你看。你我们两个。哪个不能？他一定要 surprise 的。是 surprise 的话。整个 Rich 都不能用 Fisher 都不能用，你们可以这个什么这个你们去洗花油了，我要打开 OK 应该走你们三个人扣罢了啊，没有多一点人扣的。暂时学着嘛。其他的都很有钱，只有我们穷人在做。等一下，这样多慢慢来先。啊，Felix 现在又去打针啦。他去了医院，他的爸爸不舒服。等一下，我们两点五十分左右可能会我会出去，因为三点开会。嗯，没有听到吗？有 Mr. Lim 有讲啊，你出去啊，我们就自生自灭了。哦，看到如果还搞定完，看你们还有没有再打 call 咯。可以。嗯 ，OK， 两点五十分这样了，还 OK。你是有空的吗？现在 OK 的，现在 OK 的，我都是有我看着 system 我就会打 call 的。OK。
就把麦克拧过去摆明那个的比较好。只要顾客没有抗拒，我们就不会怕。顾客，啊，不要啦，不要先，啊，不要不要。一个传一个，哎，那个老师已经教了，在你看的时候，你要站起来跳。在外面那边在飞。是什么事情？什么没有听？那这空间是不应该等一下啊，全部没有接电话。Hello. Hello. 啊，请问是 Mr. Chu 是吗？是啊，你是谁呀？啊，我是 Adeline， 这里是 Coway 打来的。哦 ，Coway 打来的 ，OK。啊，对对对，因为我们想要跟你讲一声不好意思啊，因为之前疫情很严重啊，所以我们六月、七月都没有去帮你的那个水机做 service。是啊是啊。哈、啊啊、，so far 你的水晶用到 OK 吗？冷水、热水那一些都 OK 吗？现在 OK， 现在 OK。现在是 OK。那边啊，你那个这边也有打电话给我，我讲你打的更没有，有没有打这边？第二次打的更加来了，我讲哦，对对对，因为现在去的话，你们也会担心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哈、哦，这个 service 我们过后也会补回给你们的，所以你不需要担心哈。啊，对对，因为我们有答应过你们，每两个月就会做一次 service 的嘛。
对吗 ？Hello。没有来。没有线。没有来，没有来。断。他过年又过来了，过年又过来。对对对，他过年。等他过年。但是这也很痛的，讲到一半就秒掉了。我跟他讲一半，对呀，我直接秒掉了，我都讲了，这边没有声音。Hello， 啊、，Mr. Chiu， 不好意思，刚才断线了。对对对，好来，然后呢？哈，我们嗯。啊，还是你要讲先。啊，对，就是我们没有来到的，我们过后会补回给你的咯。OK， 然后呢，就是哦，因为现在啊疫情的关系啊，所以我们Coway有推出一个防疫的 program 给我们的 loyalty 顾客啦。然后因为在 system 里面哦，你是属于我们的 good pay master 来的，就是 payment 那一些都是很准时、很漂亮。OK， 所以就符合这个 program 的条件啦。所以这个 program 来讲的话哦，它是提倡我们用空气机来的，就是你可以放在客厅或者是房间，因为它里面的 filter 哈是可以帮助我们过滤掉那个病毒啊，哈、啊，就好像我们出去外面呐、啊，我们要戴口罩跟用 hand sanitizer 嘛，对不对？所以好像现在我们长时间在家的话哈，你有一个空气机，它可以帮你过滤掉空气中的病菌那一些，可以保护到你跟你的家人，这样你也会比较放心哦。啊，对，因为哈、哦，这个空气机的话 ，normally 它一个月是原价90块的，可是 for 你的话，现在嘞，它一个月只需要70块罢了，也是不需要任何的注册费的。对对对，然后如看你，嗯，对，最好是你可以放在你的客厅或者是大门口。如果你有出去打包东西、做工回来呀、啊，你就先给它消毒，你带回来的空气先哦。然后如果你晚上哦要睡觉哦，你可以把它搬去你的房间，它不会很重的。哈、啊，对。OK， 这个的话哦，它是70块一个月，5年。这5年呢也是 free service 给你，每2个月他都会去 service 一次的，包括他里面的那个 filter 要换的话、哦、我们也是免费换给你的，你不需要去担心他的 filter 的问题哦。那个东西有几大架，就好像我们 normal 放着在客厅那种小风扇这样子的啊，差不多到你的大腿那一边降不了啦。多人用啊，其实我们Coway基本上60%以上的顾客、哦、都有在用着我们的空气机了的。对对对，因为如果啊，你看啊，我们保护到很好啦，戴口罩，然后我们洗手，可是空气我们是看不到的嘛，所以我们一直忽略掉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你的客厅你可以放这一台空气机的话，它至少可以保障到你跟你的家人。啊、OK， 如果这一个空气机、啊、你 OK 的话，我就可以帮你注册咯，就是跟回你现在水机的这个地址跟电话号码。你的电话号码这个是你用着的吗？对吗？你个人的对吗？是啊是啊是啊。然后另外一个号码你是放09237942525的对吗？家里的号码。这个是家里的啊，这个是家里的。OK，
所以如果你 OK 的话呢，我等一下我可以帮你就是用回一样的地址帮你做申请，然后呢你只需要 send 你的 IC 的前面跟你的 bank 的前面给我就可以了，我帮你 upload 上去我们的 system 就可以了。对，就是很方便的，然后你一个星期里面你可以收到了的这个空气机。嗯，对对对。啊，我是 Coway 的，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Mr. Chiu 你放心，我等一下、哦、我 WhatsApp 你，我会拍我们的 system， 就是你的资料在我们 system 里面的，我拍给你看，这样你就不用怕了。啊OK OK 哈、啊、可以对呀、啊、现在只有我们要自己保护我们自己罢了咯，对吗？好嗯不用担心不用担心，等一下我 WhatsApp 你就可以看到我了，我也可以 send 一个 video 给你，是我自己拍来介绍这一个空气机的，你可以看一次你就会比较理解哦，然后你 send 你的资料给我，我帮你处理，你就很快可以得到这个空气机了的，因为不要浪费掉了。我每天对对对，平时要90块的，然后现在你一个月才70块罢了，一天才2块多就可以保护到你整家人了吗？可以 OK 可以没有问题。嗯、啊，谢谢你 Mr. Chiu。 OK 等一下我 WhatsApp 给你咯。 OK 好，谢谢你 Mr. Chiu。 OK 嗯，拜拜。耶个声你听到吗？个声耶，你知道这个啊？刚才我 call 给他三次打不通，他还 call 回来。还有什么啊 ？OK， 嗯，是怎样会问你？而且断线三次，他还一直 call 回来。哎，那你们跟他讲，在那里的人两台呀？啊？成点就成了，不要给他想，不要给他想，不要给他，是不是不要给他选哦？个声直接 drop 他那个 storm。OK 啦，因为你讲了七十啊，他都不用讲太多了咯。嗯，因为你讲七十嘛。嗯。等他 send 了资料，如果你觉得要选，你才等他收 send 了资料给你，你才给他选。如果你真正要给他推去 Lombok 的话啦，给他选 Lombok 看呐。啊，如果其实我们还有两个 model 啦，这样啊。啊，你还有多一个，如果你、哦、你等你他收了资料先。你要 send 资料来先。我觉得女生吧。他 send 资料给你啊，你先保存他的资料先，保存了。刚才你再 repeat 他的名字一轮会更加 OK 的。哦、因为他都讲他担心你、哦、你是不是 scammer 嘛？哦，明白明白。可以可以，我们会继续加油。他其实很早就可以做 closing 了，我听那个顾客应该就 OK 了的咯，你可很早可以就做那个 closing、啊、就不用再讲太长。因为他都很赞成你的讲法，你讲了他会讲、嗯、哦对哦是哦可以哦、嗯、这样子。就这样就直接这样、哦、Mr. 这样很简单，我们就安装回这个地址咯，这样我们就跟回你的 auto debit， 就是这个银行你用的这个，因为他都已经很 OK 了的，你听到他你已经帮他洗字脑了，他已经哦哦 OK 了，那些就可以做 closing 了，不用讲太多了，不要给他这样快醒了咯，一醒了就怎么的洗脑啊。好玩吗 closing Telemarketing？好紧张啊！终于体验到一次哦，好紧张啊，全部。好玩，好玩，好玩。Mr. Chiu， 你可以看这个我拍给你的，就是 from 我们 Coway 的 system 里面的，所以你不需要担心哦。然后我现在 send 那个空气机的 video 给你看。哇，都用几个礼拜了哦。好安哥亮哦。住哪里的？小妹妹丢好了，哥应该有。文东。啊，文东哦，文东很严重啊，文东。嗯你要跟他讲，这个是我本身我人来的，你哪知道这么明显？所以这个 video 是我本身的人来的啦，你看到我的脸的，所以你不需要担心。然后我再跟你重复多一次喽，你的空气机是送去跟你的手机一样的地址，就是70甘榜sungai Penjuru 28700文东八巷，对吗？
然后你的 payment 的话，我也是跟你放回一样的，就是 RHB Bank 的那一个户口的咯，对不对？嗯，按钮呢？没有，我要用电脑，我换 iPad 一下，我要用电脑。哦。不是，它不是 credit card 的，它总是想要关的。等一下，让他先点，你这你要跟他讲，你再再来点。我要确定是什么。哎，我一看，这是不是之前放的？如果有，更高。啊，一比较 positive。好像很支持你讲，就那个方向哦，对哦，是哦，可以哦，对吗？这里是物业，这是物业。大家先叫他女儿来处理。Recording in progress. 你是不是打了针噻？啊，你回来了吗？在他第二针啊？第一针罢了吧。
看看，他这样这个这样长的是就是你3点就开会了。嗯，很快的应该。OK， 谢谢你今天的帮忙啊。还是来请你用，还是有机会来北海，不动几时啊？啊，来你订的时候啊。来北海怎么？啊，请你吃东西啦。啊，请我吃东西了。机会的慢慢来，我们喝去。我忘记你十点你给我那个地址。哎，你之前带我们去喝那个野发着的啊，很甜的啊。不懂哪里啊？哎，一次我们去了，你记得吗？不懂有印象吗？哦，王家发，他是。好了，叫姐姐。我是摸人家，然后当地人来查起来可以发，我是摸人家。特别在我那个人家这里，我也是广东在我们不用的，哎，马来西亚在我的。先跟他拿 email 什么，然后直接跟他提 email 拿那个 approval code 后面三个号码，然后叫他收到 message 给你六个号码，我看你个三四天就可以通知了，不用等这么久。现在等他 reply 哦，因为他看了，他给他的女儿处理。他女儿看了吗？看了。中了，那个的账号全部不到啊？什么？所以，那 Mr. Lim， 你看这个啊？看什么？啊，刚才跟你讲的那个人啊。到嘞，哎呦，第一个星期148，他的这个 top HB 啊，上一年啊，哦，去年 top 的，啊，那个霹雳州的，他是50台 key in 啊，妈的，一个礼拜HB 50台，搞不懂他有没有翻 key in 啊，就是 re key in 啊，就是还有 re key in， 他都厉害啊，他都很多啊，吓死人嘞，我们难，我们难。给一个肥宅水啊！宅水，没有办法，我们会加油，我们加油，加油！哎，你3点不是要定了吗？啊，3点啊，2点50分，5:55都 OK 了。哦。谈一些东西。很好啊，你都。哎，家人们继续哦，不用停啊，hot 这来就。
有，还有一个在 Cover， 还有一个在 Cover， 因为我们这边是啊，温叔，Mr. Lim, oh, itu dia guna mobile Coway Malaysia, Coway Malaysia.Nanti saya cek kat dulu sampai pambil apa nanti saya cek kat dulu. Ini second number sudah dapat second number. You tolong cepat sakit lah sebab dia nak hantar pergi buat negara hari ini. Tapi nak sampai di rumah. Kalau sakit lepas arah order number kita baru buat report nak claim itu filter. Dia tak mau servis dia nak claim dua kali ni filter.
IC number ada apa sama? Kulit, IC number, dua kontak number dengan rumah tangga semua ada. Tu yang ini mini yang number, binti ni, binti ni. Sebab dia nak husband tetap dua negara, tapi nanti nak call verify tak boleh. Oh, sebab awalai, tapi nanti dia ada verify.顾客拿做 Coway Mall 是吗？对呀、啊、对呀、啊。刚才那个顾客来的。啊，要更快吗？我们全部做 Coway Mall 的。但是，如果你要安装快的话呢，我们马上帮你提印，但是是确保你是 Coway send message 给你吗？那边有出来的你的前期 Coway account 吗？因为你们拿卡后面怕，等一下顾客会怕而已。不会啦，不会啦，慢慢婆罗嗦的，还要快我们这样。都变成 robot tree 了，对、欸，你变成师傅了哦，这个是我们的 hello 师傅、哦，你看，听到，嗯，我叫你师傅了，哎、欸，拿 robot tree 了，哎、欸，师傅，这个是我的妈妈，这个是我爸爸，另外一个是我姐姐，干女儿一大堆啊，我的干女儿很多个，你知道吗？全部来都是叫我妈妈的。越收越多干女儿了啊！你看，但他女儿，他给他女儿都 OK 啦。啊，他女儿 OK 啊，他女儿只是问我，如果鸡坏掉的话是怎样处理啊？什么什么这样哦？找你哦。啊，找我。找我。找你就对。可能等下他女儿又要一台嘞。我刚才讲说，你先 try 放一台在客厅试试看哦。来，你看到了，到时候你嘛再放去你的房间哦，不需要每天搬来搬去这么麻烦。你可以直接讲的，因为你把如果这样子，你就讲，如果你觉得哦，你因为你 product 你都知道 COVID 的 quality 嘛，直接就你觉得他女儿本身有兴趣的，或是有儿子住在一起的，这样你就讲哦，就是他女儿已经有了结了婚，那有儿子在一起住，你就讲，那你可以，因为你爸爸已经名字已经是。OJT 有名字在这里吗？那直接我们用他的名字 order 多一台给你，就是你可以拿到优惠92、哦、就不用等下你自己拿的，可能109呢。哦，就是 lunch。我来，这是来现在。Barbecue 啊。嗯。其实等下。Barbecue。其实如果你的腰也是可以拿到那个promotion。啊，因为你是同一个 installation 用你爸爸的名字，他就可以拿到这样子哦。但是如果用你的名字，我就要看
可不可以帮你拿到 approval 咯，跟我的 GM 拿 approval 看 你可不可以讲是 family member 啦，如果、可以用你爸爸的就两个一起咯，如果不能才我才看你可不可以拿 approval 帮你拿特别这个价钱咯，因为这个是目前你爸爸可以拿到而已嘛，他是 good pay master 吗？嗯 ，OK， 在 system， 你要讲要给他知道，感觉真的是特别的，不是普通的啊？没有，等下我们拿到 IC 先。那是你们做 Coway Mall 啊？我们做 Coway Mall 两天就搞定了喽，一收到了。哦，我没有啊，我 Coway Mall 是那些不肯给资料我才做，肯给资料我就不做 Coway Mall 了的。哎，我们 Coway Mall 很快嘞，两天。啊，肯定快，我知道快。就因为打 call 嘛，你要跟他拿卡后面啊。可以啊，我们慢慢过令他，他就给。啊，卡后面，所以我就想到，哎，要快的就没办法啊。那前几天我 key in 的哦，都装了咯，全部。肯定。肯定装了咯，要快啊。只是 outright 不能哦， outright 跟那个 trade in 这么多。outright full payment 的。这个不能，只是 render 可以罢了。嗯。那个还是不能，昨天我 key in outright 的哦， key 不到耶，结果也是用 LV Trusty， 也是 key 不到，有办法啊， key 不到。你这样好了，不好意思啦，打扰你，你去休息先，你去休息先，你要开会了，好，很谢谢。OK 的。啊，可以，没问题。谢谢 ，Thank you。OK。谢谢你啊。OK， 加油加油加油！好好好，我会加油的。OK， 拜拜。拜拜，拜拜 ，Miss Lim， 拜拜。拜拜。还是来槟城找我们啊 ？OK， see you。See you， bye。我要电脑，我要他的资料。